车玩的也是一门学问，跟着吕杰一起用脚独立行，旅途台湾就在三立。我们今天很开心要来拜访这个吴敦义老先生的店哦。那其实呢，吴敦义老先生呢，可以说是一副非常丰富的吴敦厚，我们吴敦厚，对不起哦。来，那个酸中痛呀，你给俺们夸点。我开的蛋仔面，店名叫做风调雨顺。蛋仔面蛋少一盘。卖空哦，对哦。老夫人家应该是很难国泰民安的。好，来看看我的，你看不看到我的猪很有创意？旅途台湾三立店。刚才知道主持人感情不太好。拜托，你看我画的比你好看多了，好不好？欸、我都有创意耶。外景节目真不轻松哎。